的手掌总有一种温度让我姐姐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这个棉花糖吗？因为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许下愿望。真的有进步，唱得还好听哦！谢谢姐姐，姐姐唱歌也有进步。开过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，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。